有美国朋友对杨氏太极拳传人杨振铎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其实应该加上中国武术，中国武术是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武林探秘纪录片通过展现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搜寻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传统武术神奇的瑰宝，告知世人，武术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巨大财富，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成。在中华武术之中，折射出古老东方的哲学智慧，更体现出中华民族魂魄的精神。八卦阵是《易经》中的八种基本图形，起源是很古老的。在美国纽约与鼻祖洪拳武馆中，有清一色的八位美国小伙子排成这个八卦阵法，抵御了三倍之敌的进攻。这个阵法在当代武林中实属罕见，它是由在美国的黄飞鸿第三代传人于志伟所创。跟住咧，呢個咧就人哋呢兩個咧就走翻嚟前面嗰度守翻個崗位。呢班人咧一路咁啦，其實咧我哋可以直情打暈佢。在山城重慶，有一位118岁的傳奇武術人士，人稱長江大俠的吕子健。在上海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国际大都市，我们找到了79岁高龄的武术家王继振，我们也寻觅到武林中神奇的剑术武当对剑。武当剑术有天盘、地盘、人盘之别，武当对剑属于人盘。武当对剑属于武当嫡派独有剑术，传说是张三丰12世后人嫡传。1910年前后，河北枣强武当世家后人李景林遨游安徽，与一人单士陈世军高人。陈世军沉默寡言，年130岁，出没无踪，冬夏身着一单衣。陈世军传武当对剑给李景林，李景林先后任联军司令、张作霖将军的作战参谋等高职。1926年，李景林将军离开军界赴江南，在杭州传授武当剑术。武术家楚桂亭专程从上海前往杭州叩拜李景林，求得武当剑术真传。李景林后来担任著名的南京中央国术馆副馆长，楚桂亭则是南京总统府的武术教官。
1928年，楚桂亭与黄元秀合演《武当对剑》，在武林中引起轰动。1959年，王继镇拜楚桂亭为师，求得《武当对剑》的真传。当今武林，《武当对剑》这颗瑰宝，传人已是屈指可数。一八个对20多个，于志伟设下的这个八卦阵确实不同凡响。作为黄飞鸿的传人，于志伟特别强调武术的实战性。威廉·里沃拉当过美国海军看守所狱警、私人保镖，他出于看守所防暴的需要，想到了集体搏击的雏形。于志伟师父则运用八卦图的哲学，重新编排了这套八卦阵，把古代的战阵运用到现代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认为，有人在战斗中坚持下来，有人被打倒，任何人从边缘都可以进来。这条路离所有的门都很近。我认为功夫对我很有帮助，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影响都很大。我们来听一下于师傅解释他的八卦阵。咁啊，而家你睇到啦，嗱，呢八个人就摆呢个阵法，咁啊，采取422个方法。咁啊，嗱，你睇住前排咧有四个人。但是後排咧就補咗前排嗰兩個位置，就中間就空咗嘅，係咁啊！意思就是我哋呢兩個啲空位咧，就係引佢入嚟，係後邊嗰個咧，譬如呢度入咗嚟啦，係就第一批嚟咧，通常都係兩個打一個嘅方式，因為我哋咧就係以少博多，但以少博多之中咧。都唯一係你衝呢條線唔能夠幾十個人一齊衝落去噶，始終都係幾個人衝，因為你過呢條線咧個位置太少。嗱，咁我哋咧最緊要第一擊嗰個時候咧，一定要打暈第一個，係咁啊，就係符合我哋入邊嗰個八卦嗰個理論。因為呢個門口咧，通常咧係我哋叫咧就係生啊，比較係生啲嘅。因為一般人都用右手，右手咧係衝呢邊咧比較方便啲嘅。所以呢個門咧係必入之門。但係我哋喺呢度有人衝嘅時候咧，一定要打暈佢。所以個手腳咧要兩個人夾手夾腳，一打暈佢咧就塞咗呢個生門啦，就留翻啲死門俾佢哋入。中咗呢個缺口啦，一入去我要 get in， 係 ，OK，and two guys against one， 兩個人入去，兩個人打一個，一擁咗咧，後邊嗰個即刻接住啦。咁啊，跟住咧呢個咧就人哋呢兩個咧就走翻嚟前面嗰度守翻個崗位。呢班人咧一路咁啦，其實咧我哋可以直情打暈佢，要即係暫時咧一腳踩落去，或者打到暈又拖咗佢後邊。因為如果唔拖佢後邊嘅時候咧，佢就會阻住啲地方。Pull him to the side. Right? Okay, the other guy has to move up. Okay? 咁咧，呢個咧，佢拖開佢嗰時咧，後邊嗰啲幫手啦，下午晚咧，即係佢兩個人拖佢啦嘛，咁佢騙咗後邊嗰啲，咪三打一咯，三打二咯，嚇，甚至乎四打二，咁啊變咗後邊嗰啲補位啊，就要上咗嚟啦，咁啊要補翻呢個位啊嘛，因為後邊仲繼續衝啊嘛，咁啊我哋頭先。初開始的時候叫他們怎樣去排練的方位，怎樣去個陣法變陣，我們叫變陣，就是幫這個人傷了，或者這個門口被人開了的時候，再去補回個位置。From come from behind， 我來這裡要 come from behind， 他們呢是形成一個陣法，是互相去呼應的，打呢個嗰個嚟，仲有中間喎，我一入呢個位置，三個人都嚟 ，one two three against me one， if I get through by myself， 一嚟到我想打你啊，係 ，boom， 係啊，成三個人嚟噶，係喺電光火石最短個時間啦，佢三個人 bang 已經打暈咗你啦，
咁啊繼續拖咗你喺後邊。咁啊其實話你衝嚟衝去啲拉，點解頭先會咁快咧？就係、是、每一次衝過，佢嘅陣法係三個或者兩個，甚至乎四個去打你一個最短嘅時間，佢要擊中你嘅要害。那我刚才听您说呀，您说您早上吃早餐的时候有三个鸡蛋哈、哦，嗯，那我记得我爸爸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他现在胆固醇特别高，医生呢就说了您要少吃点鸡蛋，是的，鸡蛋不能太多了。那您吃三个鸡蛋，胆固醇不会偏高吗？我以前吃十个，吃十个，现在只吃三个了。那您的胆固醇干嘛不？没，我不知道有没有胆固醇，也没有啥，我。走起路来了，你年轻人姑娘让路走。王继振告诉我们，他的老师楚桂亭曾经说过，武当对剑是中国武术的一颗明珠，是一门独有的高精尖艺术品。对剑动作优美，手法招招致命。武当对剑的特点呢、啊？为什么这个武当对剑？这个大家这么喜欢呢，它的特点身法的要求高，关键就是用力作用，它每一招每一式都是走对方的要害，是吧？它不是两个剑碰的对当响，是吧？就是你刺我的喉，我找你的手腕，你扫我的腿，我也找你的手腕，是吧？所以这个剑的特点呢，它确实全部找对方的要害，是吧？全部是找对方的要，招招致命，哎，招招致命。我哋黄飞鸿呢支流嘅大纲咧，系以五行金木水火土个哲学嚟配合。五行就是龙蛇虎豹鹤，搏斗生死搏斗时所用的招式和动作，就加上我们五行所发出来不同的声音，所以我们就采取这个五音，因为我们中国的气功是讲求五音的，是以五音为主。为什么又以五音为主呢？因为五音就是五种音符，就是每五種動物的音符，它所發出來的頻率震盪我們的內臟，內臟包括有心、肝、脾、肺、腎，就能夠可以練到我們的內臟，將我們的內功就更結合到我們的動作，就可以更上一個台階。吕子健出生於武医世家，父亲大号银枪太保，母亲被人称为屠龙师太。吕子健
曾拜师武当门派十五代前乙真人徐本善为师。那边您是三个师傅啊？我是三个师傅噻，万一不会去，不去。父亲母亲，父亲母亲高寿啊？我在九十岁。吕子建这套八卦掌，是他十八岁时到北京拜尹福号寿鹏为师而学的。八卦掌的创始，就是按八卦的卦理，阴阳变化，由静而动，由动而静，刚柔相济，在一个区域内的四面八方及中部做上下左右前后中的圆曲线运动。有原始的八个基本掌法为基础，每一掌又派生出八掌，产生八八六十四掌的变化。由这套八卦掌引出了六十年前的一个传奇故事。这个马仙身边呢又有一个拳师，他相打相拳的拳王啊，叫汤姆约翰。过去啊，从军师旅坛营连都有教官。哎，连长当连部的教官呢，工资少，你有本事的，哎，所以当了一个军部的教官呢，每个月都有200块钱纲要。那个时候呢，他就每天呢，在那个部队上喊一个拳师来给他打。总是打一打一去就把那个牙打掉啊，或者把别个打昏了，他哈哈笑，你中国人的功夫不过如此。冯翔有一个保镖的叫李维汉，姓李，这个姓李的不愿意了，出来给他打，结果呢两个人打到大概四个回合以后啊，他一拳打的是把那个小地方给人打断了，连中气。这冯玉祥保镖。保镖，姓李，那个人姓李。他给他打到了。哎。抗日战争时期，吕子建曾任国民政府少将武术教官、国民军事委员会总裁侍从室教官。冯玉祥很多人就把我喊一句：“兄弟，你把他收拾了。”我说：“那个是客人。”我们收拾就管噻。作为娱乐好玩比武嘛，我说要签字，打死了国人国不负责。马歇尔一听，给他的标志大的吕子建，我年轻1.74米，他1.9米，1.9米，哎，我差多了一截，他那个胳膊都给我的腿粗。对，这个汤姆一想，你吕子建是那种教武术的，我真想找你打，就约到，这人把字一签，我的签的呢字呢，就把个马歇尔，他签的字呢就把个冯玉祥，我们两个就那个上头南山啊打，在重庆啊，重庆南山，打。武当对剑有十三字诀，抽带提格。击刺点崩揽压劈截洗，武当对剑有外四要和内四要之说。外四要为练习眼法、身法、手法、步法；内四要为练习胆力、内力、素力和沉着。两个人打到一个钟头啊，没有什么胜负，别个还是有两下子，我们那个袖子都抓烂了。我有个徒弟看到那个不能战胜，师傅八卦掌一喊，好，我一下子提醒了。这个时候啊，我都围着他转，八卦呀、是转走盘儿的，他就站在当中啊，他就非得要转弄车。他车慢了我就揍他，车慢了我就揍他。我另外呢，我是一个方向转。他很容易头昏，咕一哈呀，头了，我看见他眼睛也不行了，头上都冒汗了，是呢，我一吼，啊一吼，他一双手一抬，砰一掌，牙打到那个胃里，血一漫出来，人就昏倒了，一掌就过去了，
混到了，混到那个时候呢，就把他送到医院。那时候他还可以说两句话，说你怎么搞？他说我看到到处是女子间，啊，就垮了，就把这个人晕，准备晕晕出去，那飞机还没晕出，那个我们中国的军队人就死了。吕子建的八卦掌果然厉害，八卦掌是以八卦理论为基础，以走转为特点，以掌法为主的一门著名内家拳。死了以后，冯玉祥很担心了，就他这个毒妇啊，是自来为之讲的是，毒妇明哲嘛，所以他是。他在家务的时候走了。黄飞鸿的无影脚真有其说吗？看看于志伟师傅的示范。叫做防守型的无影脚，啊啊啊、这是进攻型的无影脚，跟住手咧，这是出其不意的无影脚。其实呢下脚咧唔系话净系咁扫嘅，我哋锡住佢啫，吓，咁呢下脚咧就一声就打咗嗰度去咗噶啦，啊，仲有边度咧？呢度咧就断噶啦，如果只脚，啪，咁就断咗噶啦只脚。中国武术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人物黄飞鸿、李小龙是佛山人。中国武术在世界上最流行的洪拳、蔡李佛拳、咏春拳均出自佛山。数十年来，佛山功夫屡屡在各类国际擂台赛上扬威，因而深受欢迎。现在佛山功夫已成为在世界上最流行的中国传统武术。李小龙是咏春拳的传人，后又根据咏春拳而创出截拳道。因为李小龙的电影，咏春拳成为了全世界最多人学习的拳术之一。佛山人叶问是李小龙的师父，在佛山祖庙的叶问纪念馆里，我们遇到了叶问的儿子叶准。今年80高龄的叶准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咏春拳的故事。咏春拳在清末传入佛山后得到发扬光大，从梁赞到陈华顺，再到陈华顺最后一个徒弟叶问，而今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咏春拳都传自佛山。我就搣咗張文行，我掉咗落海。我喺嗰度可以講話，我以後咧，我要用中國嘅文化啊，賺你哋嘅錢。我仲要你哋將來啊，學我哋個功夫同埋我哋中國嘅哲學啦，要三跪九叩喺度，另外要俾錢我使，同埋交學費俾我。1、2、3。葉問最大的成就。应该是在1950年去了香港之后。50年，1950年去咗香港之后，短短20年时间，能够将咏春拳的功夫传到全世界。越发达、越富庶的国家，就越多人学咏春。根据美国一份最权威的功夫杂志的报道。燕西功夫，佢个报道，佢话学说现在世界上学习咏春的人数，而家学紧咏春嘅人超过100万人。咁呢一个嚟讲咧，就系这就是一个奇迹了。因为功夫系，因为功夫是文化的一部分，要西方人去接受，要西方人去接受东方的文化，首先要认识，然后到认同。
我曾经研究过。我曾经研究过。为什么咏春拳能够那么快让西方人完全接受下来呢？完全接受落嚟啦。咁第一个嚟讲咧，第一个原因是应该系咏春，应该是咏春本身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对健康和自卫都很有价值。系好有价值。我喺聆听。哦，这是宁波大连经师吗？系啊，这是我弟弟。另外一个，另一个原因是啊，叶问个徒弟，叶问的徒弟，佢大多数是学生。咁佢过去升学啊，到国外升学的时候，这些学生将咏春带到外国的校园里面，外国嘅校园里边，透过校园，通过校园，然后走进西方社会。咁所以，所以不受语言的影响。咏春拳很快就被西方人接受下来了。在纽约这个西方文明之都，于志伟保留并传承着因为我成长中是没有爸爸的，生活的道理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我喜欢和他的那种关系，我把他当师父尊敬，当父亲一样爱。我想我回报他的方式就是练好武功。咏春拳当中的手法及理论是咏春拳历代前辈经不断实践应用及印证而采纳的大量技击科技数据，
当中包括物理学、力学、数学等配合人体架构、时间、动力、距离等应用发展出来的专门学术，这在中国武术诸多拳种中甚为罕见。李小龙虽然在美国读书，但是由于佛山的叶问，他在世界上传播咏春拳采取了一个很特殊的角度，他是用三角几何和现代力学的原理去解释中国武术的法度，所以一扫过去中国拳师用阴阳八卦去传播中国武术的缺陷，使西方人接受西方教育的后一辈年轻人很快就接受了中国咏春拳的传播。李小龙跟叶问学功夫应该是在1957、58、59、60这几年。李小龙的成就，有的人说是李小龙初出去美国的时候，他要教咏春，咏春好的时候带起了李小龙，李小龙成名了，回过头来他又带起了咏春，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人家好像空手道、跆拳道那些学了我们中国功夫的皮毛已经搞到这么全世界都通行了，我们中国功夫根本是他们所学的东西都是在我们那里，在中国功夫来的。为什么我们中国功夫的东西不能够优胜过人呢？就是以前的师傅那个知识水平不够高。咏春拳来无招去无式，无固定形态，一切随变化而变化，如水遇什么容器变成什么形状，遇什么河道就随地势顺流，斩不断拦不住。咏春的特点呢，就是他是很重视心理的，心灵。他认为如果一同人，如果跟人打架的时候一定很紧张。开始学的时候，咏春就培养你要放松自己，遇到任何事情包括打架在内，你都要放松自己，只有放松自己不紧张，你才能将自己的功夫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学咏春除了学得一手好功夫之外，对人的性格培养是有很大的好处的。而家咧，我哋中国人嗰个知识水平高咗啦，希望咧，同埋咧就能够将呢个整理好佢，一个考试制度，将啊唔净止话发扬喺我哋中国，将佢发扬喺全世界去，咁啊先至能够人哋咧先体会到。如果我哋个个都闩埋门啦，乜嘢都唔教嘅时候，人哋点会知道你嘅嘢啦？但系而家你出尽八宝啊，都未必能够争到一席位，所以呢个好重要嘅。我哋可以保留有一手，但一定要不能够话唔教，选嗰啲徒弟咧，心性好嘅，品行好嘅，不妨将你倾落所有嘅嘢传授俾佢，唔系中国功夫就会失传嘅，系咪先？所以考试就系咁样啊，系唔到你唔积极，因为你一定经过重重嘅关卡先能够毕业到。詹姆斯·彼得逊这天要与两个人对打，要打赢才能过关。看来彼得逊的冠军头衔不是徒有虚名，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詹姆斯·彼得逊已经在新泽西州的于是洪家功夫国际协会的另一个分馆任教了。恭喜你，彼得逊。我们可以看到，于志伟的弟子们都很注重礼节，
对于这些洋弟子们来说，这不是礼仪的形式，而是代表着深厚的中国文化。这个考试太艰巨太难了，但这正是我选择洪家拳的原因之一。于志伟师父很博学，知识丰富，师父的要求很严格，但我喜欢这种挑战，我想我今后会更好的。咏春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他用力的时间是很有分寸的，他喜欢用的时候就用，不喜欢就不用，不会乱用力气的。因为人的体力始终是有限度的，会节约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人说，咏春到底是刚还是柔呢？我认为咏春最大的特点就是刚柔并重，因为它不需要的时候就很放松，什么力都不用，需要的时候才把力使出来，这就是咏春的第二个特点了。我能够用中国的文化和中国那个哲学功夫去教这些外国人，是能够令他们折服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功夫，这一点我是非常自豪的，为我们中国的文化非常自豪，所以这一点我们有很大的感动。自从跟了于师傅学习中国功夫，于鼻祖就爱上了中国文化，现在他也当上了师傅，他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在这里长大的人吵闹粗鲁没礼貌不尊重老人，很高兴中国文化能教给我做人的道理，我现在也是在这里传播中国文化。20年过去了，如果我能够再有50年的时间，我很愿意帮助更多的人学习中国的武术和文化。第三个特点呢，咏春对敌的时候就是距离很短很近，因此说看起来不好看。功夫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好看一定不实用，实用的功夫一定不好看。我最崇拜李小龙一样东西，我跟他做师兄弟，我并不很崇拜他的功夫，我最崇拜他的就是他是一个戏剧家，他又是一个武术家，他能够把这两点融合起来，把不好看的功夫变为好看而又能实用，在他的电影里充分发挥出来，这是我最佩服李小龙的地方。我从16岁开始跟于师傅练武术，身为纽约人的我经常走在街上，在某些情况之下我要用到功夫，当我当警察以后用到的就更多了，当你一出手的时候，你就要让罪犯知道你要抓他们，功夫这时候就很有用了。有人问我为什么要那么麻烦用功夫对付罪犯，用枪不就行了？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会像电影里那么容易去使用刀和枪，人是活生生的，有的时候罪犯离你很近，那时候功夫就可以轻易地抓住他们了。我是纽约警署的一名便衣侦探，在曼哈顿区工作，我主要就是对付销售和走私方面的案件。亚历山大在示范他的一次真实案例。有一次我没穿制服，胸前斜挂一个背包，两个卖毒品的人走过来问我在做什么，问我包里面装的是什么，一个人上前来抢我的包，我用虎掌击到他的下巴上，摔倒在地，扭住他的胳膊，
And I told him I, you know, I wasn't going to show him. One guy went to grab from my bag. 我不是很强壮的人，我的体重只有165磅，所以我抓人就要先控制他们，用内心意志来完成。如果你要打人，你就要让对手很快明白你的意图。你不可以软弱，你要先采取强硬的行动，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有什么，他可能会有武器，所以你要尽早地控制场面，运用你所掌握的一切功夫。叶准先生80岁了，为了教授咏春拳，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如今年龄大了，到国外授权也就少了，但每个星期2天的香港咏春体育会的教拳课程，他是风雨无阻的。在叶问先生创办的这个面积不大的咏春体育会里，叶准师傅向我们示范演示了咏春的技击术。咏春的特点就是以柔制刚，所谓四两拨千斤，会借别人的力，会卸开人家的力，用无力的方法抵御有力的进攻。到底怎么做呢？一定要靠沾手的办法来达到这个效果。比如对方用力推过来，我如果用力顶回去，这就不是咏春了，这是斗体力。如果是卸力呢，他一顶过来，我一改变方向，他的力就卸掉了，同时他的身体前倾，我就有机会打他了。你推过来一转，主要靠改变自己的方向来达到。年轻的时候学功夫往往是为了打架防卫，当你到达一个高的境界的时候，尤其是在警署，当你看到有人受伤害你要动手的时候，你会想用其他的方式解决会更好。你可以用功夫解决，但又不伤害别人。于师傅把武德精神教给我，我也会努力把它传授给我的学生。只有在非常必要的时候才可以伤害他人。你抓住犯人，但不用打他们，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功力，他们就明白该怎么样做来避免受伤害。这真的帮了我的大忙。生活千姿百态，有人富有，有人拼命工作，有人失业。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心与心交流，真心付出与真心回报，这样的关系除了这里我没有在别的地方见到过。对于我来说这很重要。叶正是叶准的弟弟，他1962年到香港跟随父亲学拳，后更成为父亲的助教，可见他的功夫深得父亲真传。叶正认为咏春拳是一门实而不滑、简单直接和实用的功夫。我觉得在现阶段近几十年来发扬中国功夫和几十年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几十年前可以说主要在国内，近这50年中国功夫已经走向世界，而且得到世界各地美加呀、欧洲啊，甚至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很大部分的外国人认为中国的功夫不单是强身健体，而且还有很高深的哲学理论内涵。所以到现在来说，可以说国外的人学功夫的热情不会低过国内的人。
这个瑞士大学生非常迷恋咏春拳，他利用暑假来香港跟叶准师傅学艺。在瑞士他很忙，读大学做厨师，每周有三天他还要教20多个徒弟学咏春拳。咏春这种功夫很富有智慧，我们学到怎样节省力气，用咏春的方法去思考怎样发展自我，我想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照搬照抄，我们要有自己的思想，这很重要。画画是吕子健老人很重要的一个养生方法。画画能把一个人的大脑啊静下来，大家很多思维不去想它，画画呢就能够在专心一意的画它。你要创作一个东西啊，要生动，它是龙，是虎，它各有各风格不同，你必须要大脑的那个。这个上了岁数的人呢，不能等他大脑空下来。他有很多人到了年老的，他有得失感。他会想到年轻怎么样，现在老的觉得有点悲惨，走路不动，没人伺候，或者是怎么样，这种想法呢对他不利。每天中午，吕子健老人会在房间里打坐静养。吕子健有很多养生秘诀，不吃药也是老人的养生秘诀之一。不管什么药，它不能说没得毒没得副作用。吃补品的人呢，他都要得到副作用。因为你不吃，我们就练我们养生功，我们自己他越练越强。就不会生病是吧？他不生病，吃药了，不生病少生病。那你认为？是药都是有毒性的，或者不管你什么药，它有副有正作用就有副作用，那个是肯定的。他们有很多吃补肾的药，你肾它不好了，它后来到上了年纪，它会得前列腺。我从来没有进过医院，我也没去挂过号，我也没吃过药啊。我有什么病，我特别说感冒了，那么一坐下来。那个一静下来，鼻子就通了，它就排出来。
做久了他就发热，汗就干了，那个功法确实好。从来不吃药不进医院的吕子健，靠的是师父传下来的这个养生秘诀来强身健体的。我们老一辈啊，我的师父啊，武当山，他传了我一本书，可惜那本书呢，文化大革命抄走了。好，那是后来我自己回忆到写的，那个他那里又约了，人生只有长生药，每个人都要都活得很高，有长生的药，什么的呢？精气神，精气神。吕子健被人们誉为活神仙，能活到110岁，已实属不易。在110岁高龄还能有如此好的身手，在这个世上也只有这位活神仙能办到了。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身体好，身体好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要寻根。你看啦、你买一个果子，买一个梨子，买一个苹果，它都有个爸爸。我们人也有个爸爸。在哪儿啊？肚脐。哦，肚脐。肚脐我们寻到根以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要用一种功，用一种思维。我们人呢，有精、有气、有神三个东西。我们那个精气神呢，我们要拿来寻根，要走到那个根高头去。那只有什么东西呢？只要用思维。因为你在这都是在身上的东西，你用思维想到，你想到那个肚脐儿，大概你今天想明天想，你想不到10天以后20天以后啊，他所以一想他就到肚脐儿那个地方去了。这是这个初步叫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精化气是初步功夫，那是初步功夫。炼气化神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这样做到它发胀以后呢，你把它在身上转，盘内滚珠。盘内滚珠。哎，转，慢慢转。再转回。哎，转大了以后呢，慢慢小的转回一些。哎，转回一些。那样子练过以后呢，你就炼神还虚。哎，就那么样呢，就由这个那个珠子啊，就由这个往小腹往下走，啊，背心的上来，打通任督脉，小腹下去，背脊骨的往上走，走到那个地方慢慢下来。我们任脉呀属水，督脉属火，这个水火呀相济，哎。水火相济，有水有火，有阴有阳。我们人呢，在这个任督二脉一打通的时候呢，就长寿了。老人的养生秘诀听起来有点玄，但老人确实是靠这些养生功做到了长寿。好哦，是吗？就像小孩儿呀。那您爱唱什么呀？我唱京戏。啊，能不能给我们现场来清唱两段？嗯。我容啊比数十年，从来进城，错用了小马术啊，无用之人。设下了空城计，我的心神不
空中求贤弟呀，大呀贤为你天哪天，汉室兴亡就在空城几夜夜，你诸葛亮太厉害了挺有意思的。那您平时高兴的时候还要去唱唱歌呀？太阳一出早东墙，脑袋长在脖子上，妈妈的弟弟我叫舅，我爸爸的爱人我叫梁挺风趣的也高兴。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创建于1953年7月，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体育学院，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一所军事体育学院。解放军体育学院格斗教研室是全军唯一从事格斗、刺杀等军事武术项目教学科研的单位，主要承担军体拳、散打、刺杀、擒敌等科目的教学、训练和科研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和武警特警队的精英都是在这里接受军事武术的培训的。在这里学习军事武术的十几个国家的外国军人中，有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保镖和巴基斯坦的总统卫队长。解放军的武术教官要教导不同凡响的外军留学生，没有过硬的真功夫是不行的。解放军体育学院格斗教研室20多位武术教官中，朱琳是唯一的一位女教官。让我们来看看这位解放军体院的院花是怎么给这些威风凛凛的小伙子上格斗课的。今天我们要学的动作是挡击别臂，挡击别臂是防敌上把刀的动作。为了给大家一个形象而直观的印象，下面先看我做两面示范。第一列同学，这样。第二列，快点。长官同学。挡击别臂的动作，喂，好，开，好，好，好，打，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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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啊，好，喂，好，在准备格斗的基础上，当对方右手持刀向我上刺身，好，我迅速向左闪身，注意啊，一定要向左闪身，同时左手挡抓敌手腕，起右脚猛弹敌裆。趁敌弯腰之际，右手上挑下压，将敌制服。哎，啊！哎，啊！啊！自己体会动作，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快、准、狠。啊，中国著名武术大师沙国正，20世纪70年代初。推出了八卦、形意、太极、通背四大类拳械系列，10余种创新套路，开始竞技于全国赛场，连冠数届，轰动武坛。迄今，国内外武术竞技比赛仍在沿用中。这沙氏四大内家拳，被称为云南特产，名扬海内外。沙国正大师的儿子沙俊杰，自幼随父习武。尽得父亲四大内家拳真传，沙俊杰现在展示的是沙氏八卦闯九宫功夫，这套独门秘技在当今中国实属难得一见。八卦中的八卦，乾坤坎离震巽银兑，分别代表天地水火雷风山泽8种自然地理现象，在方位上又代表东南西北四正向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余向，加上中央圆心位置，俗称为九宫，用高2.6米之木桩或竹竿9根，分别按九宫位置埋于地下，杆距为1至1.3米，人在宫内顺数或逆数，用八卦步穿行其间，可配合各种掌法、身法、技击，训练进退闪展，
是八卦掌训练的高级功法，俗称为川九功。当训练达到一定程度后，可将木桩改为人桩，由九人占九功位置，每人可以各种技击手法出手。当穿行者行至每一人桩时，必须在步伐不停的情况下应对出招，克敌制胜。南拳高手大校武术教官钱炳祥是1975年全国刺杀冠军，他把南拳里的棍术巧妙地运用到刺杀中来，怪不得解放军的刺杀术这么厉害。根据南派里面的单头棍、双头棍以及其他的缠棍摇合在一起的，也就是部队里面的实战棍术，它属于南派里面的洪流、蔡李墨五家名拳的综合的一个术语。那么把这个棍术，南派的棍术结合在我们部队里面的实战刺杀里面的枪术里面，也就是说把它分解再进一步提高一个进化的过程。那主要棍术的特点呢，一个就是穿、点、搏、压、刺、击、搏、压、点、啪，要求把我100多斤力的功力功法集中在棍梢里面，这个就是点。也就是说通过那个点，如果对准一个人，把对方的五福都要把它贯穿。现在随着现代化武器不断发展的今天，很多人认为呢刺杀是当今没什么用啊，但是按照我们老一代的军事家和我们现在一级在教学第一线的教授总认为那个刺杀在今天仍然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他那个刺杀不但的锻炼那个技术，更重要的锻炼人的胆识。例如先进国家美国，美军在攻打伊拉克前面，前师在这个第七舰队还有练那个刺杀。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刺杀是锻炼人的胆识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的一个举措。其实在冷兵器时代，在这个战争中，格斗技能已经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杀敌或取胜的一种手段了。那么在现代战争中呢，格斗训练它不单纯是一种基本的技能和技术，格斗训练包括刺杀训练，它在这种对战士的士气和心理上都是一种非常好的训练方法。它可以鼓舞士气，通过训练同时呢可以使战士进入临战状态。这是八卦掌的最好的一个套路，叫传九功。它是利用九根木桩变化成九个人形，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演练，不断的打，对对方进行攻击反手自卫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木人桩。比如说现在他打一个前过来，我用八卦掌的猛虎出招，猛虎出招打出去，对他打一个起一腿过来，哎呀，我是把巧道临平，像他打一掌过来，利用八卦的带的原理，就把他带出去了。他拿行李前，一、二、三打出来，再打，敲，扣对方的步，再打出去。这是八卦掌的
是黑虎操心，你看一下大放出去，他是利用八卦的引上把下，接着雕拉变外，我利用八卦的眼走眼走顶走七腿打出去，他用太极过来，我利用太极，他在离我离我的眼里反关节，看见了没有，反关节，我又离他的眼里。让我们再完整的看一下沙俊杰的八卦闯九宫。对于军体院的训练，我对主管负责人安排如此高水平的教官给我们表示感谢。回到我们的国家以后，我将会为我们国家的荣誉而努力，对在军体院接受高水平的培训我感到自豪。西方人的观念不同于东方人，比如学功夫，他认为比他强的他才愿意跟你学，你比我强就证明你的功夫好，那我才会跟你学，如果你比我差，我何必要跟你学。范伟教官这堂课别出心裁，让外军学员尽全力进攻他，他用中国功夫去化解所有的进攻。这位来自格鲁吉亚特种部队的军官普拉通一次次地向教官发起进攻，想把教官制服，可范伟一一击退了他的进攻。这学员向我们提出各种问题，而且挑战。但作为一个中国军人，我觉得作为一个格斗教官，就代表着中国的军人，在时时处处，我们就不会输给对方。当然，打铁要靠自身硬，这也需要自己的本身的素质过硬才行。在课堂中这几年，我们经历过几次事情，例如吉尔吉斯他们格斗总教官橄榄，他也是一个格斗高手，柔道五段，在学习过程中他就给你提出一些问题，例如他把你的全身的关节给你控制住，就是从你教给他的过程中，他认为你没有解脱的方法。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被受制于他，这就是一种较量中你就落于下风。那次我就毫不犹豫的就用自己的后脚跟撩了他一下，结果他就松开手。从这一点呢，就证明就你身上的就这种技艺值得他学习，你功夫高过他，你强过他，通过这种较量让他真正。
格斗的精髓啊，我在上课中一直给大家灌输的，就是简洁、实用、快速，动作不要求复杂。在风光旖旎的昆明滇池，沙俊杰、李斌夫妇逐一展示了不同凡响的沙氏内家拳。这是沙氏四大内家拳之一的形意拳对练。形意拳是中国著名三大内家拳，八卦、形意、太极之一，讲究象其形，取其意，要求心意成于中，肢体形于外，内意和外形高度结合。沙氏形意拳对练呢，它是属于在五行拳、十二形、八字功、白形拳的基础上创编出来的直探的带有刚柔刚劲的那个形意对练。它在这个里面当中有十二形的象形动作，也象形起意，模仿猴子的，模仿各种动物的一些用法。它对那个身体的健身呢，它要求的筋骨学活动，就专门锻炼那个心肝脾肺肾的，对五脏六腑特别好。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不仅以秀丽宜人的风景闻名于世，更因为走在当今世界高科技前沿的微软总部设立在此，而让全世界瞩目。杨氏太极拳第六代传人杨军，于上世纪1999年把他的太极学校建在了离微软总部500米的地方。有意思的是，一个代表着当今世界最高科技的现代西方文明和一个代表着古老文化的东方文明竟然能够这么近距离的交锋而又彼此相融。我靠编写软件程序为生，我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太极给我很大的帮助，因为我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坐在那里，而太极真的可以帮助我保持身体健壮，让我在白天编程的时候给我力量，使我保持机警和灵活。外国人对太极拳的热爱也感动了太极使者杨军。自从呢这个在国外看到了这么多这个太极拳的爱好者以后呢，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感触，逐渐呢也认识到这个太极拳的这个真正是一个国宝，真正是一个无价之宝。不管呢这个从我自身的锻炼呢，逐渐的这个认识呢在提高，同时呢也是觉得呢，从强身健体以及呢防身自卫呢各方面呢确确实实有它的像很深奥的道理，很深奥的哲理。而且呢看到了这个太极拳呢在国外呢这么受欢迎，通常呀这个近代呀以前中国很强大呀，在近代的这个中国呢很多东西都是在跟国外学，但是呢每当你走到这个台上的时候呢，哎，他都了行这个抱拳礼，他都要跟你说了杨老师好。这个时候呢你无形之中呢有一种这个无上的这种很难说了那种形容的感觉，是自豪的这种感觉，觉得呢自己呢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古老文明的传播者，以个体的力量敲开了西方文明的重镇美利坚合众国的大门，坚强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来，用老祖先的传世之宝造福着这个西方文明大国的子民。为什么比较广呢？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它易学了易练。从杨氏太极拳的特点来讲呢，它讲求了动作了缓慢柔和，
这个动作了宽大优美，而且呢事事呢讲求均匀，呼吸呢讲求了自然，不违背了人体的这个生理的结构。从练习当中来讲呢，可以说呢是男女呢老少皆宜。从动作当中呢，动中呢它还有求静，练习当中呢有运动量，但是呢呼吸呢还平稳。从这些方面来说呢，和西方的这个运动呢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杨军师傅教我们如何在不同情况下放松，所以尽管有的时候在一些激烈的讨论会上被经理训斥等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通过练习当中领悟的放松来缓解潜在的压力，所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正如杨军师傅所说的，大山压下来也要保持冷静和放松，不论何时都不受影响。哲学是我们个人生活的根源。我喜欢在这个学校学习，因为每个人都很和气，教学也很容易，所以我不会感到担心和害怕。作为一个女性，那很重要。我不喜欢去那种以打斗为目的教学的武术学校。我喜欢这所学校是因为它使男性更温柔，使女性更坚强，所以我很欣赏这些。刘随斌这套玄门太极拳与千年古琴、古琴大师、古曲《都江堰》仿佛是一幅美曲环绕的意境深远的中国画。在我们这上面有一句话叫上善若水，最好的东西是水。因为水为啥是最好的东西呢？就是说这个水可能可以说很渺小，就是说一捧水你一只手就可以把它抓起来扔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是同样是就是这样的水，只要是日接月的，它可以滴水穿石，石板它都可以给你打穿。那么就是这个小的力量持之以恒，它就会做到这个。如果它聚成大的力量了，它可以把山都要冲垮，城都要冲垮。所以说青城的武术，它在中国的武术里面讲五行金木水火土里面，它是属于水，它是水拳。所以在青城的动作里面，它就柔的动作特别多。今天在福建泉州少林寺大雄宝殿门前，南少林弟子周蒙渊和他的徒弟蔡长庆摆下了一个阵势，由蔡长庆用少林七十二绝技当中的铁臂功来劈断这八根花岗岩的石柱。在劈石柱前，蔡长庆打一套著名的南少林五祖拳来热身，铁臂功、铁砂掌、金钟罩、铁布衫等等，这些都属于中国少林功夫中的秘传绝技。蔡长庆走向大雄宝殿门外的大石柱，下面这个镜头是一个未经剪辑的惊心动魄的镜头。在现场的我们直接感受蔡长庆的热身运动比他劈断八根八公分的石柱子还要震撼。
蔡长庆从少年时代在福建石狮侨乡武术馆跟随南少林五祖拳第四代传人周蒙渊学习南少林五祖拳法，并对这少林绝学铁臂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他十年的不懈努力，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以坚强的毅力、刻苦的锻炼，而学成了这武术界罕见的少林绝技。1979年才24岁的蔡长庆，就在南宁举行的全国武术观摩比赛大会上做了表演，深受武林同道的赞叹。经过了几十年的执着与磨练，蔡长庆的铁臂功夫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左手和右手都已练成了少林奇功，号称铁臂鸳鸯手。休息了10分钟，刘随斌第二次再击。站在摄像机后面的我们可以感受到刘随斌劈空拳打出的凌厉锋利。最好的我能够打到12支蜡烛，但是呢，今天打出来一个感觉就是，前面的没有打灭的时候把中间的打灭了，中间没有打灭的时候把后面的打灭了，因为他那一家的拳他就是讲穿透力，那么就是在前面的没有打灭的时候就能够伤到你后面，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一拳打到一个人的胸上去，他可能背心已经受伤了。训练的时候他通过进攻、动攻、坐攻、卧攻，就是有很多修炼的方法，修炼的方法呢，让就是说身体的动作、呼吸、形体、呼吸、意识三者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的时候，他就能开发出就是常人无法看练得出来的一种潜能。就是因为现在在社会上呢，他有一些人呢，他就认为这个气功是假的，没有气功这个东西。我们练气功呢，练内功，那么就是把全身的就是气，就是调得更好。因为中国的中医有一个《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就讲的是真气成内，邪不可干。用现代的医学讲，就是你的身体抵抗力增强了，病毒就进不进来。那么练气功，它实际上。它就有，第一它是健身，第二能够治病，第三它能够在格斗中间发挥它的一定的力量。就说你打肯定有风，但是这应该是借助空气中的。但是你这个风它的力量不够，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你站在我那个位置，可能你打第一支蜡烛不一定打得力，就包括你在这个位置打，也不一定把第一支蜡烛打得力。就说这个气，我就说，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气。如果没有气，这个人就死了。开始，1、2、3，柱子已经断了。黑的。这个没固定。没固定。但是这还是断了。还是断了，还是断了，没关系。这儿也断了。第二根石柱，蔡长庆用右手。太不可思议了。第三根，蔡长庆以右手三下将它击断，再加上一下，柱子完全跌了下来。第四根，蔡长庆以左手两下将它击断。我想看一下你的手。天哪，这么硬。这样捏你疼吗？感觉有感觉，只是有感觉。是他刚刚击柱子的时候会不会疼？会不会疼？不会疼，震动。只是震的。第五根，蔡长庆用右手，干净利落，一下子柱子就断了。第六根还是用右手，
在他的铁臂之下，八公分的花岗岩石如同一根根脆弱的朽木。第七根，用右手四下击断。第八根，用左手。这最后的一击让人赏心悦目。蔡长庆的铁臂功让我们叹为观止。微微的颤抖，可能是因为用力过猛哈、啊。你看这个柱，那这样的话，这么用力的撞击会不会伤害到骨头啊？不会，最终不会切钙的。啊，练最终不会切钙的。哦，练这个法。那么铁臂功是怎么练出来的呢？我们来听听蔡长庆的师傅周蒙渊是怎么说的。第一要练呢，要养皮啊。养皮，这个皮要养啊。你如果说你的骨头很硬，皮很脆弱，一碰就出血了，那你什么用？没用。铁臂功是以训练手臂硬度为主，而辅以药物的进袭与力量的训练。再练跟着一两皮，现在练骨，因为这个手就是皮跟骨合起来的嘛，皮不会破，骨很硬，那就行了。所以现在开始练的时候是练碰树。树，这边有那个有皮的树比较软了嘛，就经常去碰树，一天要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开始都肿啊，那打那个疼痛要用药水来洗，要镇，要镇药水，要洗药水啊。哦，你不镇药水的话，那么一打都黑都肿起来了嘛，要把它消肿它，所以要一边练一边用药水来镇药洗。那一两年以后，有几个习惯了以后呢，就打什么？就打石柱，圆的石柱，这是圆的，这圆的石柱，因为是面积比较大，就慢慢的碰，碰完要碰两三年了，还要碰两三年。追求以后大概一段时间呢，差不多了，就开始练碰那菱角。那个脚叫碰棱角，这个碰要慢慢来了，一步一步来，一天一天的慢慢的碰。他现在每天还碰到两小时，现在还碰两小时，每天都哎，到三千下，每一天都要三千下。就撞那个石柱的那个。嗯、穿红的这个是我。那叫周蒙渊毕业于著名的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这一天。他带着蔡长庆重返母校，要对蔡长庆的铁臂功做一个医学的见证。铁臂功只有修炼至前臂骨达到足以与石头相抗衡的硬度，和表皮有着足够的韧性而不被石头碰裂，同时要配合以气催力，发出足够的劲力，才能够断棍裂石。以臂断石是对人体极限的一种挑战。很硬，这一块啊，这块不是不是这两根，哦，这两根啊，这两根最上面行不行？不行，不行哦。就是这个当然要。在中山医科大学的 X 光室，医生们怀着好奇的心情，用医学的手段来看一下蔡长庆神奇的双臂。第二就是他那里是比较是厚，厚皮真厚，骨质真厚了，骨皮质真厚了。其实那个硬度的，那打石头啊，硬度。从医学和科学的角度，医生们证明了蔡长庆的骨骼完好无缺。那厚多了，厚多了。那这一张就收到了，没有没有，骨头没伤，一点都没有。这一张很整齐，绝对不用兴奋剂。是牛津的，我的徒弟有博士级、教授级、医生、律师，哎，佢哋咁高嘅水平，都拜服我哋嘅中国嗰个文化、嗰个哲学、那个功夫。轻轻一卡，你发了没？拉
是现在难争的，伙计。这就是中国武术。中国武术的奥妙，你还是小动作，有三次都大手，大法有用的，七十二擒拿，你来啪一下擒拿你，没法子，我要你跪着就跪着，要你站着站着，没得了呀。痛心疾首，痛心疾首，我们武术没得了，老一辈死完了。能把这一武功带到美国并广为传授，实在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不管而家系现代社会，我哋中国人咧认为样样都要西方好，但我认为咧，我哋中国好嘅嘢啦，中国嗰个好嘅嘢咧，西方未必有，就系我哋嗰个哲学，我哋嘅历史，系好多嘢西方人都要向我哋学习噶，系咁呢方面啦。我认为前景唔紧要，系成唔成功呢个系唔重要嘅，只要系有心人。是有民族尊嚴的師傅，和有真才實學的師傅，繼續去努力，將我們中國的文化和那個宣揚，梗有一天會，九一日會成功的，因為我們的東西是經得起考驗，中國功夫經得起考驗，中國的哲學經得起考驗。我認為將來，我的放眼將來，他西人將來好像我們現在中國功夫，中國人一樣，學他外國的科學，他们会将来学回我们中国的哲学啊，来，这个是我认为是必然的，这个是将来是一定是有这个前景的。所以你们来拍这个东西，你们也属于抢救武术，你们也是为了历史，为了中国的武术，为了国家遗产宝贵的文化来做工作。